高起笔，要写到饱满，不要写到太轻太小，横撇也注意。东方青肉笔稍钝，向右上方斜的，然后点了正下方的时候提按重叠这个横画，向左下方写的要重叠竖画，不要太长，用垂露手。两点尽量在这个上部往上面靠的紧凑一点，横着勾横画，不要高于这个横撇这个最高的地方，横要稍微细，要相对要短一点，对完之后向右相对要平，然后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啊，压下来之后向左下方斜行笔补上去，要粗并且向左下方斜的撇，用完之后穿插过来，刚好在这个点的下方，不要与这个点相碰撞，所以高低要有错位，横起竖粗，这是要斜的，左边的竖画要细